韩国组合东方神起有望出演 MBC 综艺节目《我独自生活》。东方神起成员允浩昌明将挑战真人秀，出演 MBC 综艺节目《我独自生活》。对此，《我独自生活》节目组方面向媒体表示，节目组今天确实与东方神起进行了会面，出演与否正在进行商讨。另外，东方神起正在筹备新专辑，将于3月回归。